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好，陈哥，亲爱的到了没哈？那我一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股市操作为什么要用 AI 程式？答案很简单，我问你，今天你到医院量血压，为什么要用血压计？为了要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嘛。今天量血压如果没有血压计，我跟你讲，医院翻了，闹翻了，到底高血压、低血压，对不对？你搞了一天，搞了一个礼拜，都搞不清楚，各说各话啊。所以今天股市操作，为什么法人、外资都在全面使用 AI 程式？答案很简单 ，AI 程式它有明确的方向嘛，你必须要有明确的多空方向，同时能够事前预判整个趋势力道，你才能掌握大波段的获利嘛。股市操作绝对不是今天什么时代了，还在那边画一二三四五啊，到台湾对不对？画到什么时候呢？啊，来，听到没有？啊 ，AI 程式明确的方向，这一波环球金 ，AI 程式从600多块趋势力道一路转空转空转空到了200块，跟你讲什么 ？AI 程式翻多了嘛，必有报复性反弹，来亲眼见证，就在这里，所有我们的用户 AI 程式环球金导播拉近点，从600多块趋势力道转空。这里震荡了一个多月之后，这里在500多块啊，500多块趋势力道再空，你自己看看杀到多少，杀到200，导播拉近一点，200块趋势力道怎样翻多嘛？让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！600块空，导播这里600块空，500还是空，但是200翻多，你会一路买啊？拉回都是买，很多老师。从600多、500多、400多，天天买，买到会员死光光啊！哦，所以 AI 程式就这么清楚。环球金从600多块一路空杀到200，请你翻多220，涨完了没有？30号当天还在210多块，美国大跌，一开盘平盘下，赶快买哦！环球金、合金通通一样，240、270、290，涨完了没有？倒的没有，第一波段。113块，10张就110万送给你了，就这么简单嘛，是不是啊？就这么简单嘛。从200多块，导播拉再拉近一点，从200块就是翻多，到今天涨完了没有？答案清清楚楚，不要你在那边算一二三四五，这就是 AI 程式人工智慧的时代来临，明确的方向，预判力道，掌握波段获利，对不对？环球金涨完了没有？答案很简单。还没有，趋势力道也在多哦。合金一样，从70多块一路转空杀到26块，来，我们亲眼见证啊、哦！合金6182，都不要猜，不要赌啊、哦！来来来来，看自己看一下，合金导播拉近一点，是不是70多块啊？转空，这里再空杀到多少？25.9块翻多，很难吗？是不是？你会一路买啊，一路拉回都是买，灰头土脸，然后下来拼命放空，对不对？合金就这么简单，从70多块一路转空啊！你有 AI 程式，很清楚，不要那边算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70多块一路空，杀到20多块翻多，答案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开始把握买进，所以29号26.5块，赶快买，赶快买哦！当天导播当天早盘26块，随便你买，对不对？买完28，啊38，涨完了没有？啊，合金涨完了没有？趋势力道向上没有结束，很简单。所以今天人工智慧真的就是这么清楚，就像血压计量血压就这么清楚。啊，你怎么样？你量血压还在怎么样？啊，还在找温太医把脉，陈太医把脉，对不对？把到什么时候？有好的工具，你就必须使用，你才跟得上时代嘛，是不是？不是找一些跟神一样的老师啊，对不对？齐王，
对吧？AI 城市几年前就打败世界棋王了，你跟棋王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？跟一个专业的工具，明确的方向，合金70多块一路空，到20多块翻多，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啊，很简单，合金涨了快50%喽，好不好？那当然接下来准备四字头嘛，对不对？趋势力道一个多，合金什么时候四字头？对吧？拭目以待，啊，再来很清楚，上银一样。这一波对不对？多少老师啊，把会员害死，500多、400多一路买。今天你有 AI 程式，你告诉你上银会赔钱吗？啊，全国投资人，全国投资人，来看一下上银导播，从500多块趋势力道一路空啊！来导播，导播拉进去，到了181块趋势力道翻多，你会做错吗？你会做错吗？啊，你会500多、400多天天买吗？一路转空崩盘500多块，对不对？杀到181块，来，全国投资，181块趋势力道翻多，这么清楚啊？哦，这么清楚啊？是不是？上移呢？哦，今天228了哦，好不好？涨了40多块喽，10张就差了40多万喽，好不好？一样，上移要涨到哪？特别注意哦。那机器人也好，心脏自制成功的全球第三家，加上 AI 自动化，好不好？所以上影股价涨完了没有？来，自己眼睛看，趋势力道还在多，答案都很简单啊。所以今天你有 AI 程式操作，你是很轻松、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也不会套牢哦，该买就是买，好不好？再来跟大家报告啊，TPK 一样营收爆发哦。本来以前对不对？它是生产外挂式的触控技术哦。那自从 iPhone 采用内砍式的，当然它的营收获利衰退。但是今年 iPhone 所有的对不对？这个推出的新款的手机，通通回归到这种外砍式的这种触控模组的技术。那当然，这个最拿手的就是 TPK 嘛。所以股价从今年130崩到40多块，已经跟你讲了。哦，又重新回归到苹果的供应链，所以10月的营收暴增50%啊，同时转亏为盈，好不好？在最重要的 AI 城市趋势力道翻多，从40多块一再叮咛你，叮咛你啊，赶快买哦！今天呢，今天呢，投资朋友，四字头今天已经五字头了，对不对？TPK 要涨到哪？哦，营收获利成长，AI 城市翻多，TPK 要涨到哪？好不好？再来，American President，好不好？美国总统啊，Mosfet 从六字头摔到二字头，跟你讲大跌捡便宜哦。哦，一样，AI 城市开始低档翻多，今天已经怎样？三字头了哈，三字头了哈，美国总统三字头了。再来，四方八达被动元件一样，九字头摔到三字头啊，但是它前三季就赚了4块多啊，今年赚个6块钱没有问题哦。就本益比不到几倍嘛，对不对？这像话吗？当然，开始大户筹码，对吧？主力筹码开始进货翻多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投资朋友自己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已经稳稳的四字头了，好不好？四方八达要涨到哪啊？所以操作股票，今天为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要有 AI 程式的交易哦。答案很简单，你必须要有明确的方向嘛，好不好？再来指数操作一样，对趋势掌握你必须十分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指数操作你趋势搞不清楚，尤其指数操作你每天对不对？开盘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猜高猜低啊，猜多猜空，对不对？每天乱搞一通，开盘一下市价多市价空，你告诉你怎么会赚钱？你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，预判趋势力道，是不是？像我们从9月底 AI 城市一路转空转空。反弹还是空，那崩了1000多点，打下来。10月26号开始，9357告诉你翻多，翻多一弹600点，反弹短空下杀400点之后，对不对？从上礼拜告诉你拉回再多，再弹300点，你要每一个转折很清楚，来亲眼见证啊！你不要说张老师自己嘴巴讲，来9月28号在哪里啊？当时在这里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哈。9月28号，11039转空来，AI 程式亲眼见证一下，11039当时趋势力道有没有一路空反弹还是空，是不是？11039
清清楚楚，趋势力道转空，绝不啰嗦。所以9月28号有没有？你加入张老师的 LINE 就这么简单。重要的转折，你加入我们的 LINE，虽然你没有付费哦，加入 LINE 是免费的哦。我们都把重要的转折讯息，9月28号告诉你趋势力道转空，对不对？9月28号加入 LINE，一早11032空哦，17号11，对不对？10084还是空。17号在这里，告诉你反弹还是空。17号10089空，18号9961还在空哦。一杀自己看一下多少点啊？1700点有没有？先空反弹再空，整整波段1700点，趋势力道空反弹再空，有没有？1700点，来杀到9339，导播拉近一点，9339跟你讲什么？你不要说张老师你怎么这么准，跟我无关。趋势力道翻多，AI 程式翻多，告诉你要向上翻多操作。哎，这一多，这一翻多多少点了？是不是600点？有没有？10月26号9359开始翻多了哦。10月29号9449还是多，有没有？10月29号30号告诉你9499加入 LINE 都告诉你9499还是多，这一反弹来就在这里。9339一路翻多上来，这一上来那600点呢，600点呢，你不要开玩笑哎，一口12万呢。好，谈上来以后给你怎么讲的？11月8号啊，谈到99，当天谈到万点喽，告诉你怎么样，多单先懂得获利哦。为什么？11月8号一早9960转空喽，这里开始转空喽，转空喽，9960开始转空喽，有没有？哦，都跟你讲了，10月8号9960空，11月12号9847还是空，这一空下来，哎，投资人，这一空下来多少点啊？这一空下来多少点？400点，这里翻多600点，转空400点，哎，这有1000点呢，1000点呢，不要开玩笑啊，一口又20万呢，哈哈。好，13号崩到9528，告诉你，哎，又开始翻多了哦，又开始翻多了哦，有没有？来。所以13号告诉你9574翻多了哦，加入 LINE 翻多了哈。13号9574多，15号9742还是多，9742还是多。上礼拜五导致没有多少点，这里反弹多少点？300点呐，亲眼见证了，每一个转折你不能犯错哦，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从这里10039一路空反弹空1700点，翻多600点，再转空400点，上礼拜翻多又300点了。好，今天怎么操作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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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讲过，我们的短冲程式喜欢短线当冲的，对不对？不喜欢这个流仓的风险的。我讲过操作的技巧，你只要每天早盘哦，早盘11点钟以前，你掌握 AI 程式短冲，对不对？那每一趟30-40点。哎，3-4趟就轻而易举的百点的获利，你懂吗？不是说开盘一下市价多市价空的乱搞一通，对不对？猜高低没有钱的啦，你要跟着 AI 程式，对不对？一步一脚印，每天早盘11点以前，对不对？多空2-3趟、3-4趟，一趟30-40点，你告诉我3-4趟是不是百点的行情？那指数你不要贪心，一天一口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一口就好了。你不要跟台面上很多老师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这脑袋在想什么，做期货叫人家要满仓了，你发疯了，哈哈，怎么样？洗巴了，拔掉啊！做期货叫人家瞬间要重压，你压对了，我恭喜你；压错了呢，倾家荡产啊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乱搞的，不是用赌的。你跟紧 AI 程式，每天一口50点，你一个月就是20几万的收入，你知道吗？50点就1万，一天一口就好了。来。但是你必须要有明确的买卖讯号，明确的多空买卖讯号，同时预判趋势力道，对不对？今天 AI 程式亲眼见证，今天早盘11点钟以前怎么样？4趟的价差，4趟的操作，又轻松的帮全国的用户掌握到有没有50点？有没有50点？亲眼看一下，来，我们一步一步见证啊！今天 AI 程式来。点我们的神奇法宝，好不好？今天早盘就好了啊，后面翻多都不讲了哈。来，早盘几趟？4趟就好了。来，亲眼看一下，亲眼见证。今天一早，全国投资人一早8:46，9797，哎，翻多哎，
张老师翻多啊啊，你不要怀疑啊，趋势力道短多，短线操作翻多上来多少点？多少点？是不是20多点？导播这里一起照，不要动，是不是、啊？一早9797，哎，8:46翻多，翻多上来，投资朋友，是不是轻轻松松先掌握到20多点的行情？啊，不要你猜，不要你猜今天的高低点，对不对？你加入赖，今天一早是不是跟你讲9797先翻多，对不对？20多点，接下来哦，翻多有没有趋势力道？有没有趋势力道转空多单20多点，先把它获利。接下来是不是转空？来，接下来9点，导播这里切掉了，9:039806转空，啊，9806转空哦，转空哦，转空哦，有没有钱？有没有钱？20多点，今天早上先短多短空两趟，上来20多点，转空9806下来20多点，哎，这两趟已经50点了，接下来9:17，9802翻多，9802翻多，哎，张老师翻多，哎，会赚钱吗？会赚钱吗？导播拉近一点，多少点？30多点啊，是不是？轻轻松松，趋势力道短多，9807翻，9802翻多，哎，这上来又30多点了，又30多点了，弹上来之后有没有力道转空？力道转空，短线的当冲就是这样子，不要怀疑，每趟30-40点，一早20-30点，短多20多点，短空20多点，短多30多点，来最精彩了，9:35，哎，9825，哎，张老师，空哎。9825空，趋势力道转空，哎，来导播拉近点啊！你不要说空不到哦，隔了10几分钟，这还在9834哦啊！张老师啊，会不会赚钱？张老师啊，会不会赚钱？导播这里跟这里一起照，不要动啊！会不会赚钱？哎，9点，哎，10点哦，哎，张老师10几点嘞，对不对？哎，15点嘞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哎，17点嘞，哎，20点嘞，哎，张老师，哎，30点嘞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40点嘞，哎，多少点？投资人后来获利多少点？40多点啊，哎，这一口9:35的短空下来40多点，光这一趟就将近快什么，就已经快50点了，投资朋友。所以今天早盘10点钟以前 AI 城市，对不对？短多短空你就跟着它冲，短冲就是这样子啊、哦、我讲过，掌握早盘才有趋势的获利的空间，对不对？一早9797短多一趟20多点，接下来9806短空一趟回跌20多点，接下来趋势力道是不是开始翻多？翻多哦，翻多哦，9802翻多上来冲到9838，哎，这又30多点了，接下来力道转空9825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短线的操作，你不要管它明天什么中美贸易了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礼拜选举到底又怎么样了？每天短线当冲9825，9:35，9825这一空下来，这一空下来到了11点钟，这一趟又是40多点，轻轻松松。今天早盘10点钟以前多空短线四趟的操作，你告诉我有没有50点？你跟着一步一脚印，不要怀疑，不要怀疑血压计嘛，啊，多空不是用眼睛猜的嘛。一早对不对？放空被嘎上来做多停损，你干什么？跟着 AI 程式啊！今天从8:46短多短空，再来短多，再来9:35短空，光是这一趟通通空得到，对不对？过了10几分钟还在9830，光这一趟又将近快50点送给你了。今天四趟，轻轻松松，百点的行情，不要你这边猜今天的高点低点，每天猜好痛苦啊！谁猜得到啊，对不对？每天猜谜晚会，每天猜灯谜，不要猜，明确的方向，这就是 AI 程式的好处啊、哦！明确的方向，不要你猜，不要你凹，不要你赌，对不对？明确的买卖讯号，预判趋势力道。今天早盘多空多空四趟，又轻轻松松帮你掌握到有没有50点、100点的行情啊、哦！那到了尾盘呢、哦？11点以后哦。哦，接下来短空下来以后是不是翻多了，对不对？短空下来，接下来9791翻多，这里又30多点了，
尾盘这一趟我就不跟你算了，我的意思就告诉你，今天光是早盘这四趟就已经轻轻松松百点的行情，是不是？所以 AI 城市今天啊，人工智慧大数据的时代，量血压要有血压计，开车要有导航系统，不要你去问路，不要你去猜右转左转，不要你去猜今天的高低点，跟紧 AI 城市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啊，跟紧 AI 城市专业的工具，那立刻加入我们的 LINE， 盘中重要的转折，我们也会跟你及时同步来分享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：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汪姿曼。行驶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，在国道上，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二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。进入雪山隧道时，与前车保持两个蟹形线，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，就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。大型车则需与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，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。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。好，操作股票为什么要 AI 城市啊？今天什么时代了啊？不要在那边算1、2、3、4、5，还有5+1、5+2、5+3了，没完没了，好不好？要有明确的方向，预判趋势力道，才能掌握大波段的获利。环球金是不是从200块一路告诉你报复性反弹哦？220涨完了没有？30号当天210多块，赶快平盘下加码，240来，全国会员通通有，270、290涨完了没有？傻霸瓦扣啊啦哈！涨100多块了哈，涨完了没有？趋势力道还在多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合金一样，20多块，赶快买哈，26块，赶快买，28，涨完了没有？砰，38喽，4字头，什么时候来哈？特别注意，上一样从180多块大跌捡便宜，哎，城市翻多了，今天228了哈，228了，涨了快50块了哈。TPK 一样40多块大减便宜， AI 城市翻多，给阿里54了，来美国总统20多块啊，给阿里30块了，四方八达30多块，赶快，前三季赚了4块多了，今天已经43了哈，涨30%了哈。好，那指数操作我讲过 AI 短线当中每天50点一口就好了，我不要跟你讲5口、8口、10口，你每天给我一口老老实实跟紧 AI 城市，一天50点，你一个月就是20几万了，将来你做顺了哦， AI 城市你相信它了，懂得使用它了，将来你再3口、5口我通通欢迎，好不好？一开始不要贪心，每天50点，但是要有明确的买卖讯号，预判趋势力道。今天一早9797先短多来，8:469797 AI 城市短多一趟上来，有没有20多点？9:039806短空一趟又回跌了20多点，哎，这两趟就快50点了哦。9:17 9802再度短多一趟，
这一冲，哎，又三十多点，最精彩，9:35导播拉近点，9:35导播拉近点，9:35有没有？过了十几分钟还在9.83几，短空力趋势力道空空空空空下来多少点啊？哦，又快40点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早盘10点钟以前多空四趟，轻轻松松，又是帮你精准掌握到百点以上行情。你告诉我一口多少？是不是一口20000多？所以你不要贪心，你先把它做顺了。AI 程式血压计，你学会使用了。以后轻轻松松每天一口50点，你一个月就是20万了，不要讲你一天100多点了，50点你就20万了，一口将来做顺了，你再3口5口，那当然财富滚滚而来，好不好？那欢迎大家使用专业的工具，那加入我们的 LINE， 那盘中也会把大户 AI 程式重要的转折跟你同步来分享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，基本生活费不课税，107年申报106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可适用。设置税务专业法庭，落实专业审理。